宇宙的奥妙一直是许多人或是科学家终其一生都热衷探索的事情。你对我们生活中的宇宙空间有足够的了解吗？欢迎来到脑部记，今天要来看五个存在于这个宇宙中关于高低维度空间的奇特现象。第五，维度空间。如果你对维度空间有基本了解，那你应该知道一维空间是由直线组成，它没有方向概念，只能一直前进。二维空间则有了面积概念，它属于一个平面，却无法上下成为立体。人类的生活空间是三维空间，于是我们对于立体本身拥有的概念，却无法掌握时间。换句话说，只要你能掌握时间概念，就能前往四维空间。而这个奥妙的宇宙到底有几个维度空间？科学家估计要到11维度才能推算完，并且能够活在最高维度的人可以透过意志掌控一切。第四，空间感。一般来说，低维度空间并无法理解高维度空间中的样貌，所以假设我们丢一颗球到二维空间，二维空间因为无法理解球属于立体的概念，所以只能看见一个点逐渐放大再缩小，而最大的原点就是这颗球的直径。同样的，假设四维空间将一个超立方丢入我们生活的三维空间，我们因为无法理解超立方的概念，只会看到超立方的各种面穿越我们的空间再逐渐消失。第三，当人类进入四维空间，由于维度空间完全不一样的关系，一般人如果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被丢进四维空间，通常都会惨死收场。但如果有能安然进入四维空间，会发生什么事呢？有一说是他将会完全透视三维空间的人，就像我们能看透二维空间的纸片人一样。进入四维空间的人能够看清楚三维空间的人，包括人类的骨骼、内脏甚至血液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第二，当四维空间的人进入三维空间，四维空间的人能够完全理解三维空间的所有常理，所以当四维空间的人进入三维空间，任何概念之于它都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比如我们对于门的概念是能阻挡一切，但它却能够轻松的穿越门，甚至拿出我们存放在保险箱里的东西。简单来说，四维空间的人能够看透任何在三维空间的物体。由此可知，高维度空间的人对于低维度空间的人而言，根本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那些飞机在海域突然消失的事件，或是形状莫名变化的 UFO， 也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第一，在四维空间生活。如果能在四维空间生活，这个假说是如果人类有一天能完全理解四维空间是如何运作，因为四维空间超越了时间的概念，所以届时在四维空间生活的人类将能够完全掌握关于时间的一切事物，比如长寿、治疗癌症或是超高速飞行、瞬间移动，都会变成非常简单的事情。看完这五个高低维度的奇特现象，那你知道宠物天然肌肉干在4D 的空间会长怎么样吗？其实在找出答案以前，早就在 3D 空间被宠物们吃光了，所以这个答案没有人知道。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那我们就下次见咯。